家好，我是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吕登元。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台江国家公园珍贵的资源特色，我们特别规划从2月18号起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最爱台江过生活系列活动，并且发行纪念护照，邀请大家来体验渔乐渔法搭乘的乐趣，品尝在地海鲜，观赏黑面琵鹭曼妙的身影，并且你也可以放慢脚步，在我们这里的特色民宿小住一宿。完成我们所规划的深度之旅，我们还会有限量的文创商品要送给你哦。在这里诚挚邀请大家来漫游国境之西，体验台江之美。谢谢大家。